你没事吧，子明？廷皓前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廷烨，怎么跑人家道馆来打人了？我们回去。我不走。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就不走。哥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丢下你亲妹妹不管，来松柏当教练？ 回去再说。方廷浩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你究竟为什么来松柏？你以为真的没有人知道吗？齐白早已经骗了楚远哥哥的感情，不能再让他骗你，让你当备胎了。廷烨，别胡闹了。我从来就没有胡闹过。 我哥为了你，放弃了家里的事业，丢下了贤武道馆，甚至丢下了我这个亲妹妹。你今天就在这儿当着大家的面跟我和我哥说清楚，到底喜不喜欢我哥？廷皓前辈只是廷皓前辈，我们都很感激他对我们的帮忙和照顾，我也很珍惜和廷皓前辈之间的友情。但是我跟他之间没有其他任何的感情。白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不是吗？连我都听懂了，他对方廷皓一点兴趣都没有。 而且廷皓前辈喜欢的人根本就不是我。你说我哥喜欢的人不是你，他天一够了。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打进世青赛，振兴松柏，因为。 你今天为什么要帮我挡齐白草那一脚？你认为我接不住？你跟他们一样，都觉得我不如他是吗？我想清楚了，我要变得更强，我要让齐白草低头认输，我要重新证明我自己。 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你要证明什么？你要给谁证明？你有最好的天分，有最好的资源。就算现在有人打败你了，你只要刻苦训练，总有一天你能战胜回来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是哪一天？我等不了。齐白草算什么？我要用最短的时间练到最强。 我要让所有人都明白，最强元武道女子选手，只有我方廷仪。训练有训练的规律，要循序渐进，怎么可能拔苗助长、短期速成呢？怎么不可能？你当年不就做到了吗？你为了挑战出渊哥哥去风云训练，回来就变成了战神。你可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什么意思？ 你要去风云是吗？我不允许。为什么？因为齐白草，因为你并不想你的亲妹妹打败你喜欢的人，是吗？廷烨，
你是我妹妹，我不想那种训练方式毁了你。你不觉得现在是你和七百草联手，在毁掉我的人生吗？ 不能再让他骗你，让你当备胎了！为了这种事情在这儿哭，你觉得有必要吗？ 为了争一时的胜负，做这样的决定值得吗？那你呢？你又值得吗？对一个根本就不喜欢你的女孩那么呵护，那么执着，值得吗？以前我觉得不值得，所以我没有像若白一样那么执着。可当我想要忘记她的时候，想要重新喜欢别人的时候， 我才发现，这些事情自己根本控制不了。所以你要像若白一样执着，像若白一样付出一切，祈求他的心里给你留一点点空间，对吗？他心里有没有我的空间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的心里已经没有别人的空间了。但这不代表你是我的妹妹。 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我们果然是兄妹。我对初言哥哥何尝不是这样？他心里有别人，我早就知道。但我就是放不下他。可是哥，你理解过我吗？ 你以我急于求成想快点变强大，只是因为虚荣心，只是因为齐百草。
小草草，快看，你新一期的选对手出来了，这就是你的决赛对手，加藤银百合。加藤银百合就是加藤小百合的二姐，他们俩长得太像了，简直一模一样，是双胞胎吗？加藤银百合去年日本青年女子赛的季军，相比起加藤小百合，她练习的是以旋身为主的樱花旋，从三岁起练到现在，旋转速度十分惊人。加藤银百合，他对获胜，对捍卫樱花流的荣誉，那是相当的出了名的执着，所以有时候他控制不了自己出招的力度，这些年败在他手上的人不计其数，受伤的也不少呢。我感觉这个加藤银百合像是为他妹妹来扳回一局，他对百草出手的力度会比较狠啊。那百草要是被他打伤了怎么办啊？但是对于百草来说，他更大的挑战可能在于他和银百合的相似度。相似度？是的，因为百草和银百合都是擅长旋身踢的选手，银百合的樱花旋是他的大绝招。樱花旋是以对手为中心，以五瓣樱花为方位，每个方位360度旋转，旋转时踢出双飞踢，并且转速能够达到每秒1圈半，高度控制在1.3米，刚好是一般选手的胸部位置。所以根据数据分析，加藤银百合的技术恰好是百草的克星。加藤银百合1秒钟能旋身1圈半540度，而根据我的统计，到目前为止，百草最多每秒旋身1又6分之1420度。无论百草怎么踢，银百合都能先他一步，跟他对战，百草几乎没有胜算。资料做得很详细吗？大家好，万众瞩目的美少女挑战赛暗阳战的决赛即将在本周六到来，总决赛的两位选手是谁呢？一位是来自松柏道馆的旋风少女气百草。加藤银百合，众所周知，百草的旋风三连踢可谓是出神入化，登峰造极，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人能够破解，让我们期待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。旋風三連蹴りは大して深い奥義というわけでもないし、練習が難しいというわけでもありません。旋風三連蹴りの鍵は飛び上がる高さと力を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こと。百草，你能教我旋风三连踢吗？旋风三连踢的关键在于跳跃的高度和空中控制腿部的力度，首先你要腰部发力，然后腿部助力，这才是旋转跳跃到理想高度的关键。このポイントを押さえれば、初めて第3の蹴りの最大の威力が発揮できる。実際、三連蹴りをすることは大して難しいことじゃありません。あなたの三連蹴りが強いのは、飛び上がる高さが高くて力が強い。だから点が稼げる。さらに相手の腹部、胸、頭、三蹴り全てを有効な技にする。でも残念ね。あなたたち玄武道にとっての神業も、私たち王流からしてみたらそんなもの。私たちは突破策を持ってるの。私はあなたの三連切りを破って王流の栄誉を取り戻す。好，决赛见。你干嘛？说，是不是你出卖了百草？我没有。亏百草把你当成亲姐妹一样，你怎么敢做不敢当呢？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加藤银百合说旋风三连踢要诀，就是跟百草教你的一模一样，一定是你。光雅。
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！就是，你竟然出卖朋友，太让我们失望了。不是光雅，光雅不会那么做的。我在比赛里一直都在用旋风三连踢，如果大家要研究的话，看录像就可以了呀。百草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心软？动作可以一模一样，难道要诀也要说的一模一样吗？你说百草教过我要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还在这儿跟我装糊涂？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当时我就在你们身边。你也说你听得清清楚楚了，那告密的人也可能是你。怎么可能是我？百草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，我不可能出卖她的。最好的朋友很稀奇吗？我和百草还是最好的姐妹。哼，最好的姐妹，我看现在百草是你最恨的人还差不多。廷皓前辈跟你在交往只是个幌子，他还是喜欢的百草。所以你恨百草，你嫉妒百草，所以你故意出卖百草，是不是？小莹，光雅不会那么做的。怎么不会？你以为我是在乱说吗？杨瑞，把你看到的跟大家说说。哼，从发布会出来的时候呢，我看见光雅和加藤姐妹在一起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不用不用。我就说吧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怎么狡辩？你们，光雅，我相信你。够了，小云说的没错，我嫉妒你，我讨厌你，我想要的感情，你都要抢走，光雅。星星的了，你真的恨我还来不及吧？光雅，我知道不是你。那我告诉你，告密的人就是我，就是我把你旋风三连踢的秘密告诉加藤姐妹的。不会的，你不会的。
其实，事情是这样的。这个是我父亲寄回来的书，他托我送给你们的母亲。他说感谢樱花流的邀请，他一定会安排时间登门拜访的。嗯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嗯，没事没事，不用谢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对不起啊，光雅，是我们误会你了。对不起。那不是光雅的话，会是谁啊？反正不是光雅。好吧，光雅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怀疑你。光雅，现在一峰师兄不在，我就是最大的师兄了。那我带着大家向你道歉。请你原谅我们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当时那个情况大家看到了，有误会也正常。行，走，训练去。哎，小莹，你干嘛？哎呀，光雅，你跟庭瑶前辈的事情你不打算告诉百草？你呢？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我觉得庭瑶前辈其实挺可怜的，他那么喜欢百草，可是你也挺好的，要不然你换一个人喜欢得了。要是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。其实刚刚我跟光雅吵架，你想都没想就帮他，我都吃醋。我和光雅，谁是你最好的朋友？当然是你啦！你跟光雅从小一起长大，她更重要，对不对？小莹，小莹，你看，这个是我从小一直带到大的。是我小时候唯一的纪念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作为我们友情的见证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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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对你最重要的东西了，你快收起来。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人啊。那不行，哎呀呀，你拿着。那我呢，光雅。行，我收下了。百草，给，谢谢。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。我就到一个月还你，送给你啦，一个月啦。大别娘，嗯，要不要我借你戴两天啊？嗯，不用了，我和百草的感情呢是不需要任何东西来证明的。干杯。那你拿个秤来称一下，看我们俩在百草心目中谁更重要好了。我才不跟你称呢，肯定你重。我说的是重要，不是重。哎，你重你重，感情我重我重。我重。哎呀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是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不管是谁透露出去的，旋风三连踢被银百合破解了，该怎么打呀？接下来，再强的绝招，但凡是用多了，也总会被别人破解的。只有不断的想办法提高自己。才能打败不断出现的强劲对手。说的对啊。庭浩前辈，你也这么想啊？那些只知道瞒练的人啊，最后都会误入歧途。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什么事情都有办法破解。百草，你的旋风三连踢被人破解，那破解你旋风三连踢的这个人
也会迟早被人破解。What？ 嗯，廷皓前辈说的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感觉像绕口令似的？廷皓前辈的意思是说呢，他有办法帮助小草草打败加登。那廷皓前辈什么办法？办法很简单，只有两个字：速度。速度，速度。这是我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训练计划，一会儿我会放音乐，他们会随着音乐的节拍向你放箭，而你的目标就是踢中每一箭，但是我的音乐会随时改变的哦。干什么？开始了。百草，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速度，只要你的速度比加藤银百合快，那么他对你的旋风三连踢就没有办法破解了。我会努力让自己更快的。继续。变身速度从每秒的420度提升到了480度，离加藤银百合只差1/6拳了，加油！
撞下来不会晕死吧？应该不会，会直接吐死。喂，明瑞，看这帮女孩子这出息，什么呀？那小 case 嘛，多简单。你来。是。陈教练，这么卡哇伊的小玩具，用得着这么认真对待吗？各位观众 ，show time！ 可别吐了。双手抓紧，千万别松开，听清楚了没有？没事的。别吵！救命啊！说了吗？教练，停一下！这只不过是个玩具而已。啊！没必要担心。那可是教练！教练，停一下！救命啊！啊！小达，小达！快看，这是几？哎呀呀！疼死了！哎呀！长安教练，这是什么神器啊？把胸罩垫的裤裆都快吐出来了。好恐怖，好吓人呐！这个叫做滚轮训练，能提高炫身能力，但它对身体的承受力要求比较高。你们刚才都看见了，还有人想要试试吗？真的没人敢试试吗？教练，我想试一下。可不行，百草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，百草？因为我要得暗阳战的冠军，我还要战胜加藤银百合。无论什么样的训练，我都要尝试。哎，百草！哎，百草！现在放弃的话还来得及。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开始吧，百草。太危险了，百草，下来吧。嗯，对呀。准备好了吗？明天22点，《旋风少女》第二季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有没有撞到你哪里啊？姑娘，我们好像哪里见过。啊？白草，你真的打算收留这个 cosplay 中的李焕莲？我怀疑他有问题。可是他钱包被偷了。其实，我是为我心爱之人而来的。就是，哎哎。